奶奶还有什么活让我干呢？拔草了。我只能奔跑，我多害怕。爷爷大姑你怎么回来了？那我去叫奶奶和哥哥回来。奶奶大姑回来了。来就来呗，你先回去了，你给我先回去啊。哦，奶奶，我的鞋子烂了，可以帮我买一双吗？看到就可以穿的啦，洗一点就买了。我同学都有新的鞋了，就我穿的这双是烂的。这不是还难穿吗？哼，我才不管，我要新的。小灿你过来了，我给小李去帮妈妈买一双鞋子。好的，奶奶还要买什么吗？哎，买到一点带回来，大姑来在这里。哦，妈妈又喜欢哪一种？姐，今天不上班了？没班上啊，厂都倒闭了。哦，可以的。我的委屈这个应该好是妹妹穿吧，没有选择对了。老板多少钱？这个鞋子我看一下什么。妈回来了，小天呢？我叫他去买点菜回来了。妈在下面干什么活？来，等牛奶先，在上面绑一下头。哇，牛奶，我要喝牛奶。好不好喝啊？好喝。凉拌菜怎么卖？15块钱。好了，那我吃一点，我妹妹喜欢吃。可以了，老板娘帮我吃一下。谢谢老板，自己吃一笼。哎，大姑你回来了。来，小天回来了，快来喝牛奶。谢谢大姑，我先去写作业了。好的。妈妈你先休息一下，我去做饭了。那不用了，家里面还有点事。厨房那就走了，拿来就去了。不用了，我真有事，下次先吧。妹妹，你看我买回来什么？你的新鞋子。哇，不是说不买吗？哇，好漂亮啊。奶奶给钱买的，你看一下合不合适。如果不合适，我跟老板说过了的，还可以去换。哦。哇，这么有钱！勇敢是什么？